向着圣徒，向着主的心，是的，你来俯伏检查，是的，你来看顾，是的，你来保守，带领他更往前，他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要如何，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过召会生活，纪念他在地上的日子，主啊，对你的话，更多的精进。研读，更多的与弟兄姊妹在你的话中生活，祝福他们这一个家族，是祝福这个家族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有弟兄是个聪明的人，认识你一切都是出于你，都在你里面，同一同蒙福，谢主，是我们是一同蒙福，而且是永远蒙福。今天刘弟兄的全家，你祝福他，你的祝福要临到这个家。求主纪念，的刘弟兄是爱你的，是认识神的，是何等的有福。赞美主，阿门。